你上的时候也没拉手。嗯，没拉。但是他们要走的人是，走一口到最后啊，走一口要走的。我看爷爷接到电话，肯定想爷爷的兄弟。怎么了？而且你这站起来，你这一站起来。不，那个奶奶，你这句话，你稍微，就是，反正我们眼下的孩子稍微。